谁结伴前来，是否比我精彩？自从前爱到现在，是那个可一可再。歌王 Eason 陈奕迅在红馆久违开唱。Fear and Dreams 演唱会来到第三场，陈奕迅这一次演唱会可是有特别的主题，经典歌曲一首接着一首，中间都没有说话，他一口气连唱了29首歌。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。一直唱到幸福摩天轮时，舞台下的歌迷把握机会拿 CD， 希望能够被歌王注意。在陈奕迅接过 CD 的瞬间，全场欢呼声不断，都超级羡慕这一位幸运歌迷。连续唱了29首歌，陈奕迅先喝水休息一下，接着开始和歌迷俏皮互动开玩笑。我那个肥陈那个人，成晚揸住肥陈，其实好扫兴，你知唔知？他笑说，台下的歌迷手中拿着的应援灯牌，写上大大的"肥陈"，让他特别注意到。歌迷也赶紧换成了歌圣，互动就像朋友，超级有趣。你哋系咪从来未试过喺香港体育馆睇一个演唱会，系有歌手，但系冇乜讲嘢，未试过由头到尾系冇乜讲嘢，即系冇断过噶嘛？我成功咗。陈奕迅访问歌迷们，这一次特别准备连唱了29首歌，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听得更深入，觉得歌曲更加动听。台下歌迷也大声回应他，不只是音乐渲染填满红馆，伊森跟歌迷之间真性情互动，同样炒热了演唱会现场氛围。TVBS 新闻黄国俊、李采妍中部中心综合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